相信大家對呢個 Tiger Milk King 苦乳汁咧一啲都唔陌生，因為佢係全馬第一嘅 Tiger Milk King 苦乳汁爆煎營，喺短短過去三年咧，已經幫助超過56万人咧改善佢哋健康嘅呢個情況。咁當然啦，產品好咧，有冇效咧，由呢啲享用過嘅朋友話俾你聽啦，咁就最好啦。自從我飲開呢個 Tiger Milk， 我就冇流鼻水咗。喝了苦乳汁过后呢，第四天开始就觉得上楼梯没有那么喘气，然后我的咳嗽也渐渐的比较好了。因为毕竟我鼻子敏感已经困扰了我很多年，直到我服用差不多一个月多的时间，我已经有看到很明显的改善，感觉我这个伤风啊、咳嗽或是感冒啊减少去了，所以西药也减少去买了，有那个效果，就我自己一筛的那个情况就少了很多，然后睡觉也很好，真的好有帮助哦，那些屁股越来越顺了，到跳起越来越顺，蛮色的。然后去复诊的时候，医生是讲我的情况的话是可以不用用药了啦，然后也不会时常感觉到伤风这样子哦。我真的想要谢谢当初介绍我这个产品的同事，还有 Tiger Milk King， 让我的鼻子敏感大大的改善。嗱，睇到咁多正面嘅呢個評語咧，咁其實我整個 Tiger 團隊咧都好開心嘅。我自己身為呢個 co-founder 咧，當然咧亦都係大家嘅信心保證啦。所以我每日 keep 住飲呢個 Tiger Milk King 咧，嚟保持自己嘅健康，咁先正每朝早啊可以聽到我好精神咁講：早晨早晨，我係林德榮，生活簡簡篇，愛步踩灰影，步一步，肥好不會輸。